今天的风好大，我的头发都快吹成象尾了。天啊！哦哦、粥跟河岸，嗯，呀，麻油面线，这个也是石木鱼的吗？好像是鲈鱼诶，这是鲈鱼的。石木鱼。哇，辣，哇，有面线，你吃酱面线了吗？有有有，哦，那么多面线，这个是什么？嗯嗯，这是猪肉吧？骨头肉吗？哇，骨头边的，骨头边，这个是鱼肠。可是它为什么会有哦？这个就是肠子。Oh my god！ 试试看，粉粉的，蛮好吃的。Hello， 各位，我回台北了。刚刚从台南一路这样子开上来，就是从太阳，然后慢慢小雨，然后变暴雨，然后就回台北，一直下雨。然后我忘记了，因为今天在台南，所以没有吃到巧克力。我们的仪式今天是17号，我们要开第17号的巧克力。哦，天哪！今天整个坐车坐到。头都晕了，巧克力。哎，今天是一个汽车的巧克力。等一下的规划呢？现在已经快要晚上了。等一下的规划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家族聚餐，然后会去吃烧肉，然后再看看晚上。会有一些什么行程吧，不过今天应该基本上就是有一个很疲惫刚从台南回来的心态去面对。好，那就大概这样，拜拜。
Hello， 各位，我聚餐回来了。今天有喝了一点酒，然后吃得非常开心。我觉得那家烧肉很精致哎，然后肉很多选择，然后也都很棒，就是好像是比较偏日本，但是又有点韩国的小菜，所以就是蛮好吃的。海鲜煎饼也还不错吃。然后我现在想要来跟你们开箱我在虾皮买的两个东西。我决定要先来开一个比较你们不会觉得很惊讶的东西。有一个是这个，有另外一个东西呢，就是比较跳痛，但是我也想跟你们一起开。其中一个东西是这个永和三美人的东西，我订了，还蛮小的，想说可以带回美国。是他们的新出的这一款，就是粉扑海绵，然后这一种是抛弃式的。我买了一个是多角度小房子海绵，另外一个是多角度梯形海绵。我想说这个超方便，就是抛弃式，然后你一个可以就是每一面用一天，所以可以用很多天。然后还买了这个是点胭脂的，这个是什么啊？粉扑，专业级彩妆粉扑。然后还有点胭脂的，点胭脂的这个是台湾山鹰的粉扑。然后还有很多这种粉饼的粉扑，因为粉饼的粉扑呢，我就是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说，我很喜欢用资生堂的这一款，就是粉底，就是像运动鞋粉底嘛。然后其实运动鞋粉底它就是搭配这种粉扑鞋粉扑，然后其实我很懒得洗它里面这种粉扑，就是我很懒得去洗它，作为就是你知道我很想把它丢掉，所以我就是买了很多这种粉扑型的，就是给粉饼用的粉扑，想说可以来。这就是我在永和三美人买的东西。其实我现在才发现，原来点胭脂跟永和三美人竟然是同一个公司，就我还用了永和三美人这么久，我还是第一次知道。但反正 anyways 我就买了蛮多海绵的。然后你们之前应该知道吧，我有跟你们讲吗，我在虾皮买了毛几级的粉扑，那个我也还没用。然后还有那个 Solon 的粉扑，之后搞不好我可以出一个类似那种什么粉扑大合集，然后评价粉扑。好，反正第二个呢是买了一个非常 random 的东西，真的很 random，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只有台湾才可以买得到，美国可能可以买到，但是就是很贵。好，这个东西呢，是我买了三个鞋底，傻眼对不对？但是我跟你们说，鞋底这个东西真的很需要，就是这种真的是鞋底哦，就是这种防水的这种鞋底。我跟你们说，就是你们在美国买鞋啊，或者是比如说买那种意大利或者是欧洲的那种皮鞋，他们的底都是一定是就是等于是裸皮，就是完全没有就是任何的那种防水或者是这种鞋垫就是铺在下面。所以这种鞋垫呢都是必须要由我们自己就是去送到修鞋师傅那边自己加，或者是就你自己来加嘛。然后我就后来就查了一下功课，然后就发现其实好像或许我们是可以自己就是把鞋子放上去，然后就是可以自己加这个防水的底。然后因为纽约就是到雪天啊，或者是到下雨天，就是地其实也是蛮滑的，所以我就想说自己买这个底，然后带回美国，就是帮我的那些鞋们就是加。然后我是在一个虾皮的卖场，它好像是专业的一个修鞋师傅卖的，然后就买了这个是咖啡色，其实现在都很暗了。然后这个是比较浅米色，然后还有一个是真的黑色，就想说买这三个哦。可是这个现在的味道肥，现在味道一阵就是很臭味。然后再来就是我也买了他们家的这种强力胶，我想说这种强力胶应该是蛮就是可以粘得住鞋底，反正 anyways 我想说回去试试看。然后他们好像说就是要怎么剪鞋底，好像就是你先在这种鞋底上面画出你鞋子的形状，然后再把它剪下来，然后再贴起来应该就可以了。可是剪刀可能要买，不能像这种剪刀，可能要再利一点的剪刀。
对，反正 anyways， 希望我可以就是成功的换了鞋底，到时候就是我贴上鞋底，如果有成功的话，我再跟大家分享。我买的这一家虾皮的店家，它叫糊涂鞋匠。我觉得如果你住在台湾的话，就没有必要买，因为其实在台湾送修鞋师傅弄非常的方便，而且也不会很贵。但是美国就是人力是一个非常贵的地方，所以你有什么事情都要亲力亲为，就是自己做最便宜省钱。所以希望可以成功啦。好哦，然后我觉得今天的内容虽然不是非常充实，但是我本人就是刚刚聚会的时候也是喝得蛮爽的，所以我们就明天再见吧。因为明天跟后天呢，我又要出去旅行了，所以又有非常多的内容可以拍给大家看。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那我们就明天见咯，晚安，拜拜。